这幅比较简单，跟我们兰花相近啊。这幅绘画我们的下面幅画也，这幅画也可以了，这是两色对吧？没什么区别。哎，你可以站到这边来，这边你们。这幅画就是倒挂的啊，倒挂的我们在田里面看到很少的，一般在那个长到那个田旁边的有可能这样一种画。这是我们就是反正艺术家加工，我们各个方向的看都没有关系啊。他只要把吊篮，把这个吊，他这样一画以后呢，这个就变主了。我们在补涂的时候，这个就为主。我们说一个幅画成了，这个为主，这个为次了，对吧？嗯。嗯，一个纸是蛮厚的。厚。嗯，这个纸好像不怎么。我们画过画，反正颜色不是这个，主要是花青或藤黄，配起来的颜色。这个颜色呢是以花青为主啊，重一点，藤黄少一点。这个无所谓，你是，你画木叶也可以啊，木叶嘛将来就是淡一点啊，有个勾劲。我们画兰花的时候，这画香蕉的时候，无所谓，看不出前后对吧？只有看颜色生淡出来。这个呢？前后甚至除了颜色生淡以外呢，这个前后纸里面，它勾中间有它有一字宽的，有根据一个一目，根据一目来看它的，所以说我们勾这个一目很重要，来看它前后位置啊，前后位置，就是要看它的，在什么地方，啊，在前面还是后面，就是你不管它是颜色生淡，它的你这个勾进勾上面，它就在跟在前面了啊，那么一捆。那为什么在前面会一直会一些不深不深淡的，有点这是有可能光线的关系的。那么我们这幅图呢，我们有生发的，我们从四个角都可以生到。刚这个呢，从上面左右上角，这个是从左下角，左下角呢，这里我们因为这张纸比较小了，我们一个间距比较从四个角出头啊。我们生发的也可以这样做呢，就是斜字形的，有 S 型的、直字形的都可以啊，也倒过来都可以的。因为我们也专门讲过沟通的，也有一节课好讲。先生们，我们先把这个一开始我们画兰花，我就教的对，都没还记得吧？就不要从四个角出来，对吧？画，你不管倒画的话，那么还中间位置也不要作为、我们。主要的东西不要把它设置到中间，啊，都是要有这样一块东西。这是怎么出来的呢？这个设置高，一个米字形，米字形这里面还有一个几何形，所以有的这个几个地方呢，间距不要有主要的。这我们拍照相的时候，人的脸不能帮着照相机中间的，对吧？都要偏一点。那么这个位置是比较，算偏夹也比较好的。中间的人就太挤眼太碍板了啊。那我们这个呢也可以画这个呢，跟我们一样也借用兰花的三个片叶子把它结构定下来啊。这三片叶子你可以随便你画的，像我这个图上的你可以看得出来是先画这一片叶子，然后先把这个第二片叶子把它定下来了。那么从这个地方看下来的第三片叶子是这个片叶子，这个一片叶子是最后画出来的。四片叶子啊，因为从那个模型的构出来就看了。那么其他叶子呢，就是等我们辅助的就可以了，不管了。那么它这个就是钉头粗尾，它这个尾巴比较粗了啊。这个粗尾就是要像松鼠的尾巴了啊，松鼠也是粗尾，钉头有的。它五岁螳螂多的嘛，就是这个钉头粗尾出来了。先挑淡的颜色的啊。老师，你是先画花还是先画？先画叶子。哦，叶子画好就画花。哦。那你这个干了以后就勾一目，干了以后就勾一目。哦。然后就是画花茎、画花苞，
花苞和花苞可以一起画下来。我知道，老师，那你这个叶子也要调色是吧？要不是用直接用绿的吗？对，就是用调色了。哦，调色因为这以后你总是要用画色的嘛，画青对吧？对吧？做的。藤黄花青。藤黄花青。嗯。那么有时候我这个杆子上，以前都可以把它多调一点颜色，你可以站起来就用起来方便点了啊。那么如果你绿的不够来不及画浓点，你也可以几根山萝调在里面，山萝了、头青了，那个都可以混在里面，因为反正这个颜色都无所谓的啊。你就接近，那么再不够的暗的话呢，你可以加点淡墨，啊，反正我们边上最深的淡墨你总是要用的淡墨出来的了。那么这个颜色你可以看着这个就是这种颜色了，对吧？如果你再认为你后面还太绿的话，你也可以加一点。来了，水还是要多一点啊。如果你再不够的话，你可以加点墨啊。这两片本是先后的，那么看颜色，这个深浅你可以先画这个方便点啊，把这个位置定下来。我们你要么从这里开始，因为这个直肠这样扩展的不好，那么你干脆从这边把它倾倒一点没关系啊。那么这边的啊，这个颜色呢是要吃的很多才能出来，对吧？所以你现在这个边我已经吃满都还不够，所以说最好你把它全部。调成像墨水一样，一缸一缸的，你这样是不是用牙膏这样挤着呢？是调不出颜色的，一点点蘸好，因为干掉了没有啊？所以地方的，所以画水彩的时候，画颜色的时候，吃颜色在这地方，别一打一撇就没有了，对吧？第二撇上去，你颜色太淡了。那幸亏我这个两边呢都可以前后，那你这个就比这两个颜色都无所谓，对吧？所以那个颜色都要很。吃的很多很多，嗯、对吧？侧风，嗯，这个侧风画啊，嗯，侧风。那你就画这一笔叶子啊，这个部分我们这边呢，我就看的是的。那这笔叶子呢，你可以画。干什么呢？哎，你可以要把它可以关的转到啊。我已经转个方向了，对吧？然后再。中间的，中间这一片子你可以种在中间，也可以就把它从这下面可以啊。这个尖子带不出来没关系，你勾一墨者把它带出来也可以啊。所以这一边呢，你可以上去补补补，因为它这里干掉了。那么，它和蓝叶的区别是它的鼠尾没那么长，对不对？对，没有这么细。鼠尾没有那么细长。没什么细，对对对。嗯。它反正是一个这个提案的过程，就是跟点头触尾差不多啊，就这样。因为画这个边呢，你最好是用羊毫，羊毫我们开始呢的话嘛，吹动。我这个时候呢，没有羊毫边没有了，我这个边有一点接近是好像是狼毫差不多，所以狼毫呢水出的很快，所以一直每次呢，那么你又接
煎好，我实在我上次给你们两次一个煎好，已经摔跤。从我买到苏梅那边煎好，我还没碰到一个比上比较好的煎好。嗯。因为他，我看他有两种毛病的比较难，羊好做的好比较多，狼好也好，但是狼好的真正狼好的都是代用品，不是啊，羊好他可能用羊毛还有啊羊毛的，所以狼好呢，真正有它的弹性没有，煎好你总是，比方说你们说我洗鼻已经算当心的，到最后还是掉毛掉的很多，原来是一个提豆鳖，最后不像提豆鳖了。都很小，所以我这次也没整，我下次有时间呢，也叫那个北上给我好好搞点那个煎好来。这是这个呢，就是盖过他们的啊。那么这个也是可以生的，你可以盖着它上面都可以啊。这个颜色就没有了，对吧？颜色有很多，这个颜色就不好看了啊。这个你可以断到的，把它收敛了。那么你这个就是水多，水我还吃饱了，颜色没吃饱啊。所以你这个现在的勾一摸就不好勾啊。那么你先从这个嘴巴的一直先把它填满都可以，就把它。看这个地方，如果你再加一颗啊，都可以，中间都可以加，是吧？如果你也把它以后的话，啊，花茎比较麻烦的，你可以这里面都可以加的，加满都没关系，反正是一个收敛的形状都可以啊。那这个基本框架就在这里面出来了啊，那么下面我就画。